中国信徒布道会将于4月15、22号的两个星期六，美西时间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，举办园艺天地兴趣班教学课程。本次主题为家庭园艺解密，邀请许承恩老师许哥来分享果树修剪技巧及修剪前后的差别，果树施肥、蔬菜的整地、播种、移植、施肥，并且推出特别版火龙果的栽种剪植方法，及介绍果树嫁接技术。本课程为实体及网络同时进行，实体教室地址为10975 North Wolf Road Cupertino， 更多详情也可打电话408-996-9220查询。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，或上网 ccmgospelcenter.org， 并请勾选讲座代号 HB452。 北加州樱花节是庆祝樱花盛开、春天到来的节日，活动以日本文化的色彩和优雅为特色，游客可以享用最好的日本料理，动手做各种宣纸工艺品，以及欣赏最引人入胜的传统日本大鼓表演和大游行。活动将于15、16号的周末上午11点到下午6点，在旧金山日本城 Japan Center Garage 1610 Gary Boulevard 举行。活动详情与节目时间表请上官网 www.sfcherryblossom.org 查询。中国信徒布道会将于4月19和5月3号及17号的星期三，美西时间晚上7点半到9点，举办你也可以做 EQ 达人视讯讲座，邀请国际真爱家庭协会特约讲员雷洛梅老师，教导学习沟通相处的艺术，优质家人、职场、社交的关系，利用正向心理学找到快乐源头，迅速调整情绪，处理挑战，并分享正确有效身心灵的自我照顾和他人的关系。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，课程代码为 SM331， 更多详情请上网 ccmgospelcenter.org 查询。全美有超过1100万为阿兹海默症或其他失智症患者提供无偿服务的照护者，由于照护工作都面临着情感、身体和健康相关的重大挑战，有鉴于此，阿兹海默症北加州与北内华达州华人分会将于4月22号星期六，美西时间上午10点半至中午12点半，举办第17届华人阿兹海默症论坛“勿忘我”。我们的故事，欢迎加入，了解更多关于阿兹海默症的治疗进展、照护准备规划、参与研究的重要性，以及聆听照护者的经验分享。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，或上网 tinyurl.com/2023 Chinese ALZ Forum， 更多详情请联络张佩宁，电邮至pchain@alz.org， 电话408-372-9943查询。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将于4月22号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举办新希望癌友郊游活动，地点在南湾 Wasona Lake County Park 333Blossom Hill Road, Los Gatos。 活动内容包括尊巴婉瑜老师的暖身操、践行、午餐以及新希望小学堂有奖征答。欢迎首次与新希望出游或是新癌友，能够自行行动、无需轮椅或扶持的癌友为优先。活动午餐免费，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，更多详情请上网www.newhopecancer.org 查询。